伟翔刚刚打给我，他说他已经帮你把电子机交定了。不行，有一样东西没带，我是不会去的啊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想想跟你的小 baby 获得金尊孙子的超音波照片。四姐，你不是才怀孕一个多月吗？那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，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，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，怎么为你多留一份？我不愿让你一个人，一个人在人海浮沉，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，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，只求命运带你去一段痴心的旅程。数字拥有神奇的魔力吗？九让你运势大好，六是